各位小朋友，我们这一节第七节课，2:50开始到3:30，这节课是电脑。那我们今天要做英才网，你可以到英才网110年5月25日数学的复习。我们今天要开始复习时间的部分。好，那这样子你们就可以开始去看影片做题目喽。